六岁的时候你在干嘛？是不是还在和尿泥呢？反正我那时候是捉蚂蚱、摸泥鳅、调皮捣蛋的事儿没少干，那绝对是快乐的童年。然而你知道吗？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个六岁的孩子是个女娃娃，人家六岁的时候没有去抱布娃娃，也没有躺在父母的怀里撒娇，她六岁的时候已经母仪天下，做了皇后了。那这个女娃娃就是中国历史上年龄最小的皇后，后来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太皇太后。她就是失去了美好童年，孤苦了一生，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的汉昭帝皇后上官氏。那我身后就是位于陕西咸阳的汉昭帝刘弗陵和他的皇后上官氏的合葬陵寝汉平陵。今天我来到这里，想为大家讲述这位历史上最年幼的皇后上官氏的孤苦一生。要说起来，上官氏绝对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孩子，妥妥的金枝玉叶。他的父亲是左将军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母亲是大将军霍光的女儿。公元前88年，上官氏就出生在这样的高门大户里，可以说是家世显赫，荣宠无比啊。上官氏出生的第二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就去世了，继位的是他刚满8岁的幼子刘弗陵。为了防止后宫专权，汉武帝下诏将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赐死，随后又将刘弗陵托付给护义长公主，也就是刘弗陵同父异母的姐姐来抚养。同时呢，给年幼的汉昭帝留下了4位顾命大臣，其中就有上官氏的祖父上官桀和外祖父霍光。公元前83年，汉昭帝刘弗陵12岁了，养护幼帝的护义长公主决定给刘弗陵选一个皇后。于是上官氏的祖父上官桀和父亲上官安就想让年仅6岁的上官氏入宫做皇后。上官安先是去找位高权重的岳父霍光，恳求岳父帮忙撮合这门婚事，但霍光疼爱外孙女，他不忍心让年仅6岁的上官氏入宫，所以就拒绝了女婿。在岳父那儿碰了壁，上官安不死心，他又找到了护义长公主的情夫丁外人。这个丁外人很受长公主的宠爱，但一直苦于没个正式名分，因为在汉朝啊，只有列侯才能够娶公主，可汉朝的时候非君公不得封侯，这个丁外人不学无术，根本就没指望。于是上官就对丁外人承诺，只要能让自己的女儿上官氏当上皇后，他就想办法帮助丁外人封侯。丁外人听后自然是很高兴啊，就给护义长公主不断地吹枕头风。那就这样，护义长公主把上官氏入主后宫的事儿就给定下来了，这下是霍光也就没辙了。随后这位年仅6岁的上官氏就成了上官家族和护义长公主利益交换的一枚棋子，在本该自由快乐的童年却被送入了冰冷而毫无生机的深宫大内。6岁的上官氏入宫，先是被封婕妤，几个月后又受封为皇后，就成了西汉乃至中国历史上年龄最小的皇后。这下子上官父子达成了愿望，就准备兑现给促成此事的丁外人封侯的承诺。但当上官桀在朝堂上提出要给丁外人封侯时，却被耿直的霍光一口给拒绝了。这下霍光就把上官桀父子和护义长公主啊都给得罪了。不久之后，上官桀父子联合长公主等人准备发动政变，打算一举除掉霍光，甚至联合觊觎皇位的燕王，准备连汉昭帝也给一锅端了。说起来，这汉昭帝可是上官安的女婿啊，因此就有人问上官安，那皇后可怎么办呢？上官安却说，追逐迷路的猎狗还顾得上小兔子吗？要知道此时的上官皇后才9岁啊，父亲上官安如此冷血，丝毫不顾及女儿的处境，简直是枉为人父。好在霍光很快识破了阴谋，成功地解决了这场叛乱。事情败露后，燕王和长公主自杀，上官一家则被灭族，而上官皇后因为年幼没被牵连，再加上她也是霍光的外孙女，霍光很疼爱她，因此她的皇后之位依旧稳固。经历了这场风波后，霍光大权独揽，成了当时大汉的实际控制人。为了进一步巩固权力，霍光迫切地想让外孙女上官皇后尽快地生下皇子。然而此时的汉昭帝已然发觉霍光的专权，但他深知霍光手段狠辣，为坐稳皇位，汉昭帝一方面对霍光恩宠有加，另一方面则又竭力避免以霍光为首的外戚势力不断膨胀，因此啊，他始终不敢让皇后上官氏怀有子嗣。
公元前74年，21岁的汉昭帝刘弗陵因病去世，年仅15岁的上官皇后还没有体验爱情的滋味，就匆匆做了寡妇。由于汉昭帝没有留下孩子，因此霍光和群臣商议将昌邑王刘贺立为了皇帝，上官皇后呢则被尊为皇太后。随后她就从皇后居住的未央宫搬到了太后居住的长乐宫。然而这消停日子没过几天，这个刘贺在登上帝位的短短27天后就被霍光给废掉了。原因据说是因为这个刘贺行事太过奇葩，在位不到一个月就干了1127件荒唐事儿，平均一天要干将近42件坏事儿。说起来啊，干这么多坏事儿也挺不容易的。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那就是刘贺登上帝位后，他急于启用自己的一帮旧臣来亲政，于是就得罪了大将军霍光。霍光能够把持朝政，那是辛苦经营得来的，刘贺怎么能轻易拿走呢？于是双方就起了冲突。可论权谋手段，刘贺又岂是霍光的对手？于是短短27天后，刘贺就输给了霍光，而他从封地带来的200多位旧臣，只有3位活了下来，其余都被杀掉了。这废掉了刘贺，大汉不能没有皇帝啊！于是霍光又从民间找来一位汉室宗亲，过继给汉昭帝为子，这就是汉武帝刘彻的曾孙汉宣帝刘询。此时上官氏依然是皇太后。但宣帝刘询登基后，霍光吸取了废帝刘贺的教训，也不知他是担心宣帝做不好皇帝呢，还是怕宣帝和他争权，于是他准备观察一下宣帝的品性，没让他立刻执政。但此时名义上该由谁来执政呢？霍光自己肯定不行，因为那就成僭越了，这是治比周公的霍光所不能接受的。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霍光就想到了自己的外孙女上官太后。于是霍光让上官太后回到了未央宫，像曾经的吕后一样临朝称制，以确保政局平稳过渡。而上官太后这一临朝称制，立马就给了霍光一个大惊喜。霍光发现他太后醒政已知经术，就是说啊，自己的这个外孙女很有执政的天赋啊。不过随后的汉宣帝刘询也逐渐展露出了明君的风范，因此在上官太后临朝称制的5个月后，当他发现宣帝的才能，于是没有贪恋权力，而是果断退居，回到了长乐宫。这段临朝称制且果断退居的经历，让汉宣帝对上官太后很是认可，再加上宣帝性格仁慈，也很同情这个比他年龄还小3岁的叔祖母，所以双方这个关系啊处得还不错。而他的皇后许平君也同样和上官太后相处得很融洽。公元前68年，权臣霍光病逝，上官太后失去了最后的亲人。当时21岁的上官太后和汉宣帝一同为霍光治丧，将霍光以皇帝的礼仪安葬于茂陵。对于自己的这位外祖父，上官太后是充满感情的，但她明晓事理，对霍光府中那些跋扈轻狂的浪子狂孙，她没有任何的好感。因此在2年后，当霍家的子孙因谋反叛乱被宣帝镇压满门抄斩时，上官太后站在了宣帝一边，她并没有动用太后的权力为母族求情，宣帝也因此而更加敬重上官太后，甚至连他的太子刘氏，也就是后来汉元帝的加冠典礼，都让上官太后来加以主持。公元前37年，宣帝的儿子汉元帝刘氏已经执政了11年，此时已然历经四帝的上官太皇太后于长乐宫中病逝，享年52岁。汉元帝给这位曾叔祖母举办了盛大的葬礼，将她的遗体葬入了我身后汉昭帝的平陵。回望上官氏的一生，她虽曾母仪天下，早早成为皇后，随后还担任了20多年的皇太后和10多年的太皇太后，但她自小就失去了本该快乐的童年，从来没有体会过天伦之乐，还经历了丧夫之痛。再到后来，她又亲眼目睹了父族上官氏和母族霍氏相继被灭族，这其中的孤独和痛苦，她又能向谁去诉说呢？